玉飞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是在许愿树，那个时候你在后面把我抱条条，我就感觉这双手我一定要永远牵条条，不再放手了。你敢愿意我站在你的身躯边互相扶持走到老？我一次再一次把你撒开，你刷一次再一次回来我的身躯边，多谢你没放弃我。你这双手我也永远都不会放开，以后我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，过完我们的后半世人。您的誓言已经成立，在您生命的见证之下，我宣布您正式成为夫妻。以后，张太太，请多多指教，张先生。你现在已经知道你是一个养女了，你敢知道你亲生爸爸妈妈是谁？敢说你知道？我当然也知道，所以我打算说要来跟你说你真正的身世，当作你的结婚礼物。这你还会记吗？这是本家的家族破裂，刘谦那个爱情身上的都是我妈咪啊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奶奶，你看到这，你是不是有印象？是不是感觉面熟啊？面熟？本家每一个查某囡仔生下来，拢有一条花链，而且还佫有一领红鞋仔皮。红鞋皮顶冠嘛，同款有本家的家徽。你即马讲想要杀人啥？我唔是要杀人，我是来讲实话。方云云，恭喜你领走贵州。啊，恁两个即马那面色青顺顺，结婚是喜事，爱花头喜面才对啊！啊，恁两个拢在哭啦。敢讲，敢讲，你连婚前无应该做代志嘛做啊？少年人哦，那遐尔血气方刚呐，你不要忍一下哦，真害哦！哦，耶稣基督，阿弥陀佛咯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请您原谅哦，这两个无知的少年人呐，啊，人就来讲啊，不知吃无罪啦，应该哦，以后唔敢来做啊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请您原谅伊，原谅伊啦，啊！我把香槟留在这啦，恁两个得去啉啦。上好是啉无醉，醉什么拢唔知。等恁清醒了后，互相讲一声歹势，当作所有一切拢无发生过啦。放心啦，这件代志我绝对袂讲出去。
我真正是一个扫帚星。唔呐，我家己的心世这么坎坷，爱我的人，我爱的人，都会拄到不幸，真正是天佑，今嘛是你，连我爱的亲人。都不是我真正的亲人，我的存在原本就是一个纠缠。你妈来讲，这不是你的不对，咱两个人都是不过的受害者，干哪会当讲？是命运在创治人，原来所有的人，才你拼命阻挡咱两个人做伙，竟然是这个原因。你也是离我愈远愈好，我无想要再看到有人因为我。受到伤害啊！是你黑白讲啥？你要离开我？你一个人是要安怎？我真正不知啊！你给我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！你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就好啊！你别再管我啊！我哪有可能无管你？这件代志是咱两个人做伙造成的，咱得做伙面对，做伙承担。我绝对无可能让你一个人承受痛苦的。痛苦已经造成啊，咱两个若继续做伙，只会愈来愈痛苦。只有我相信，你的伤才会慢慢仔好起来，你才会当继续过生活。所以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你别再管我，别再管我。我知，我的心嘛足痛，惨就多咧挂。不过，你已经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啦。你无在，我过不落去。你走啊，我咪活不落去啊。你就是我的解药，我真正无，我都无你啊。你怎么？到底要安怎才好？我真正无勇气去面对阮爸、阮妈、阿公、阿公，我嘛不知影我要用啥物款的心情去面对接下来的日子。我感觉我做不到，我真正无法度讲承受任何的打击。既然无得承受，你就莫承受。咱两个人的感情，咱家己理解，无需要再受别人的批评。既然这个世界无法度接受咱，咱就去另外一个世界做翁阿婆。你是高天佑，你是非完不了的仔，你即马就应该好好啊做伙啊，免去等伊啊。
就后悔迄当作我所做的一切。是的，雨飞，是的，天佑，我对不起你。即摆只有恁知影真相，好好啊活落去，我的良心才会得过。叫恁千万唔通做戆代志，毕竟不管我安怎迫害，你最后还是变做阿母啊！我已经知影，天都有轮回。不是我用心计较，才会得到一切。我愿意接受所有的处罚，请你一定要好好啊珍惜你即卖的人生。好啊，好啊，你看我这样子，别再想啊，别再想啊，雨飞，好清清楚，即卖伊才是关键。只要也能突破催眠制约，真正属于天佑弟弟，你才能找回来。你先买天佑，再回去你心目边。配合成为一个会当让你放心依靠的查某人，这世人我拢会让你安心幸福。直到白发苍苍，至死不渝。白发苍苍，此时白发苍苍，至死不渝。天佑。天佑，我的心就是天佑。一盏微灯，大风冒大风，有你的包容，互相照顾，热情也伫故乡的土。